这桃花怎会生得这么铺天盖地的？好美啊！司空大哥，你们的村庄搬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吗？真令人羡慕。司空大哥，喂，司空大哥，你在找什么呢？好阿奇，没错，就是他。喂，这是什么？青梅为我留下的线索。从这往前走，就能到我族人迁居的地方了。太好了，终于能看到司空大哥的村子了。嗯，阿娘，青梅，我回来了。大哥，是我眼花了吗？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里好像走过了？啊，我在想什么？司空大哥又不是我，总会走错路。我也觉得奇怪，明明青梅的指引是指到这里，为何愈跟随指引走，却愈走不出林子？是雾太浓，以致看错指引了。或许，怎么了？有点晕，而且有点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再查看查看。嗯，找到你。谁？青梅，雨哥哥，雨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抱歉，久等了。雨哥哥，真的好久，我真的等雨哥哥好久好久了。青梅，喂，阿奇。青梅，许久不见，还记得我吗？子乔姐姐，你们怎么会在一起？这说来话长。抱歉，真不好意思。哦，青梅，村子现在迁到何处了呢？
边走过去就是了。太好了，终于能吃。不是，终于能到柳熊村了。紫霞姐姐，回到村里，青梅马上为你备妥餐点。真的，青梅，谢谢你。那还等什么？大家快走吧。紫巧，你不知道路，别走这么快。喂，青梅，走吧。啊，嗯，走吧。阿娘，阿娘，你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青梅，什么事大呼小叫的？雨儿，阿娘，雨儿，真的是我的雨儿回来了。阿娘，是我，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玉儿呀，在外头辛苦了吧，菜多吃些啊。阿娘，你别忙，自己也多吃些。好好，刚刚都在忙晚饭，还没问这位姑娘的事儿呢。玉儿，这姑娘是……还没跟阿娘正式介绍，这位是阿巧。伯母你好，我是阿巧，和司空大哥是朋友。朋友？太好了，看来雨儿出这趟远门没有白费呀。司空大哥，我和你是朋友的事，有这么值得感动吗？玉儿自幼朋友不多，她能结交到阿巧姑娘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伯母，你太客气了，只是交个朋友而已，真的没什么啦。阿娘，还不止这样呢，之前在蚁人那边把我救出来的义士，就是阿巧姐姐呢。真的？阿巧姑娘，真的谢谢你。别别别，路见不平而已，不算什么啦。你们今天煮了这么丰盛的晚饭给我，要道谢的应该是我呢。我现在饿的都能吞下一整头猪了呢。阿奇，过来。哎呀，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又不是真的要吃。把嘴边的口水擦了，我就信。啊？什么时候？很少见到雨儿这么有趣的模样呢。阿巧姑娘，你这么漂亮、可爱又仗义，雨儿能跟你做朋友，真是她的荣幸。好了，我没做什么。择期不如撞日，不如我今天就请族长为你们做媒吧。什么？伯母，感谢您的好意，可是我是有夫之妇了哦。阿娘，别开玩笑了，先别提阿巧已有婚配，我现在也没成家打算。为什么？别说这些了，雨哥哥和阿巧姐姐都不能好好吃饭了呢。瞧我光顾着拉你们聊天，饭菜都凉了，我再去热一会儿吧。伯母别忙，不管饭菜是热是冷，我都能吃完的。是啊，阿娘你就别忙了，一块吃吧。
这桌上好久没摆着这么多菜了。是啊，自从雨哥哥出村，我和阿娘老是一盘野菜也吃不完呢。青梅，别在雨儿跟前说这些，都过去了，现在说不是让雨儿多担心了吗？总之雨儿回来了，以后咱家桌上的餐饭又会和以前一样了。这阵子村里一切都好吗？都好，都好。现在晚了，明早雨儿去拜访下大家吧，大家也都叨念着你呢。啊，我还以为大家不会希望我回来，毕竟之前我是被逐……别再说什么逐出村的话了。临行前阿娘不是说了，这趟远行是让雨儿出外增长见识的。雨儿你离村以后，大家都觉得不能没有你呀。雨哥哥，这是真的。雨哥哥出村之后，我们在族长的指示下一路往这处桃花林前进，谁知道我们的行踪早就被一群恶贼盯上，当我们才定下，那群恶贼就来偷袭我们了。什么？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已经没事了。青梅有听雨哥哥的话，在外头布下陷阱和明烛，所以大家才能及时反击那些恶人，逃过一劫。族人们这才明白雨哥哥陷阱和明烛的好处，都对过去那样对待雨哥哥感到抱歉呢。雨儿，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我去外头巡视看看。司空大哥，我也去。嗯，不用了。可是不知那些恶人现在的动向，我放不下心。是啊。哦，对了，青梅还记得那些恶人是什么部族的吗？我不认得他们是什么部族，而且什么部族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些恶人都中了陷阱死了。青梅，所以雨哥哥、阿乔姐姐不用担心，快吃饭吧。是啊，雨儿、阿乔姑娘，坐下吃饭吧。哦。阿乔姑娘，累了吗？嗯，有些。不知为何，我今天一直感到头晕，大概太久没好好休息了。那青梅，你带阿巧姑娘去休息吧，咱家小，要委屈姑娘和咱母女挤一间了。哦，不用不用，我在外头旅行这么久，席地也能睡的。不行不行，怎么能让贵客席地呢？青梅，你快带阿巧姑娘回房休息吧。好。阿巧姑娘，明日我张罗张罗，晚饭再弄一大桌菜给你和雨儿吃。谢谢伯母。雨儿，你吃完饭也快去休息吧。好。一样都没去，所有东西和工具的摆放位置都和我离村前一模一样，一定费了阿娘和青梅不少心吧。也多亏如此，才能这么快备妥东西。阿七，走了。喂。雨哥哥。雨哥哥是想去巡视桃花林吧？即使你说那些来袭的恶人已死，但难保他们没有其他族人来复仇。就像那时翟虎。总之，
我就是无法放心。不会再有那种事了。难道雨哥哥不相信青梅说的话吗？再说我现在装置陷阱的功力可不比雨哥哥差，族人很放心我去放置陷阱保护大家，还叫我小司空雨呢。什么时候我的名字也成了绰号？不过这样你今天为何还要去林子？不是在找那些恶人吗？我只是以为有猎物进了陷阱，所以去寻寻看看而已，没什么大事，没在找什么人。而且如果还有危险，族长又怎会说以后全族就在这儿定居不迁徙了呢？族长说要定居在这儿。是呀，所以说雨哥哥就别穷担心了嘛。好吧，那我就不去桃花林了。说到底都怪雨哥哥房里那装置表示的方向乱七八糟，我有时候还是会弄错呢。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你刚说自己是小司空雨，但我可不记得自己的方向感有这么差啊。雨哥哥笑话我。总觉得雨哥哥好似有些不一样了，变得会说笑了，好像小时候那样。有吗？是外头的人让雨哥哥改变的吗？也许吧。这趟远行我遭遇到许多人和事，其中有好有坏，但不管经历好坏，都让我明白自己以往视野太小，还不够强，我必须更加磨练自己，才有办法守护大家。雨哥哥，你还想离开村子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们，如果我离开，谁来保护你们？不过若有机会，也许会向茂叔学习外出打探消息的事，到时也能顺便在外头找找精进明珠和陷阱的方法。青梅觉得现在的雨哥哥已经很厉害了呀。对，雨哥哥没有不好，一切都是青梅不好。什么？没事儿。青梅，我总觉得你好像有些不同。应该是长大了吧。因为那些恶人来袭的事件。以前青梅只知道躲在雨哥哥身后，什么都做不到，老是给雨哥哥添麻烦。在雨哥哥离开村子，我们独自对抗恶人的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以前那样是不行的，我必须学会如何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大家，才能守护和雨哥哥的约定。真是苦了你，那时一定很恐怖吧？不，不恐怖，与破坏和雨哥哥的约定相比，那些恶人根本不算什么。雨哥哥，现在的青梅真的有能力能与你一同作战了呢，以后雨哥哥就不用独自承担那么多了。好，那我就拭目以待。青梅，你守护了我们的约定，辛苦了。思乔，你头还晕吗？休息了一夜，现在不会了。那么我带你看看咱们村子。司空大哥是想去跟村人们一一打招呼吧？没的事。走吧走吧。喂喂喂，
有熊村真是个好村庄，村人们都很和善呢。嗯，而且我觉得村人们已经原谅司空大哥了呢，司空大哥这下可以放心了。喂，我本就没再担心这个。是这样吗？喂，瞧，连阿奇也不信呢。你们啊。该不会是病了？病不像啊，也没发热。难不成是有人又肚子饿了？我才没。嗯。哦，现在是，但刚刚不是。反正村子也逛得差不多了。昨夜阿娘也说，今晚要做一大桌菜，我们这就回去帮忙吧。好啊，不知道伯母今天会准备些什么呢？昨夜的饭菜真的很好吃呢。啊，不如这样吧，司空大哥，为了答谢你们的收留，我出外多打些野味回来，给大家加菜好了。这样是很好，不过你没事吗？没事，我还能再撑一下呢。我看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雨哥哥，阿乔姐姐，青梅，我来叫你们回家的。阿娘把晚饭都准备好了。这么快？我还想去打些野味答谢你们呢。阿乔姐姐太客气了，今晚还是吃阿娘准备的就好。只要阿乔姐姐继续住在村里，答谢还怕没机会吗？这么说也是。那就回去吧。这阿奇又去偷吃豆荚了，就罚他在陷阱里多待一阵吧。
错觉吗？雨儿，怎么了？哦，没什么。雨儿呀，在外头辛苦了吧？菜多吃些啊。阿娘，你别忙，也坐下一块儿吃吧。好，好。司空大哥今天只是带我逛逛村子而已，哪有伯母准备晚饭辛苦啊？刚刚都在忙晚饭，还没问这位姑娘的事儿呢。雨儿，这姑娘是……啊，伯母，我是阿巧啊。阿娘，阿巧的事，昨晚不是和您介绍过了？哎，有吗？可我怎么还是觉得这姑娘很面生呢？哦，可能是我今天都和司空大哥在外头跑，没和伯母好好聊天，所以伯母对我还不熟呢。明天我就整天陪着伯母，让伯母想忘也忘不掉我。真是个有活力的姑娘。玉儿自幼朋友不多，她能结交到阿巧姑娘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好了，谢谢你。择期不如撞日，不如我今天就请族长为你们做媒吧。啊，这我……司空大哥，伯母这忘性也太大了吧。阿娘，阿巧已有婚配，这件事昨晚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忘了吗？昨晚都说过了。阿娘，你还好吗？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不舒服？没有啊。阿娘大概是累了吧，毕竟昨日雨哥哥回来，阿娘开心了整夜，今天又一大早忙活到现在，一定是累到忘事了。阿娘既然累了，就回房休息吧。累？我不累呀，我还想和雨儿多说些话。阿娘，明日孩儿再陪你好好说话，你先回房休息吧。是呀，阿娘，别让雨哥哥担心。可是……啊，我想起我从巫人那里拿到的药中有能使人振奋精神的草药，我这就去拿给伯母。不用了。啊？啊，我的意思是，阿娘睡一觉就会回复了，不需要浪费阿巧姐姐珍贵的草药。哦，那我好像也有能一夜好眠的草药，这么很多。我说不要。哦，青梅，阿巧也只是好意，你怎么可以这种态度？阿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心急，所以口气不好。其实阿娘只要有雨哥哥陪，就会睡得很好了，真的不需要草药的。没事的，我明白。你们别为我吵架呀，我去休息就是了。雨哥哥，可以陪阿娘一会儿吗？嗯，阿巧，我陪阿娘回房。好，那我去外头看阿奇。有劳你了。奇怪。喂，司空大哥，伯母睡下了吗？躺上榻没多久就睡了，看来真的是累坏了。自巧，抱歉，刚刚青梅那样的态度。啊，没关系没关系，关心则乱嘛，我明白。那夜也是这样的星空下，他找到回乡的方法了吗？
知道他怎么样了。嗯，希望他已经回到家乡。司空大哥，我说的他是商王子，那你口中的他是？我只是随口。随口？喂。毕竟，本来我的任务是护他回乡，所以。没关系，我懂，我懂，关心则乱嘛。喂。你们就这个时候，意见最一致。不闹你了，司空大哥，我想和你问个正事呢。嗯？司空大哥，我想打探商国的事，不知你明日可否帮我问问，这附近可有亲商部族，我自己再去和他们交涉消息。不用这么麻烦，村里的人虽然对商人不谅解，但为了掌握部族间的状况，定时都会派人到外头查探。明日我就替你问问查探情报的族人回来的日子吧。真的太好了。哦，对了，司空大哥，我还有件事，你可知道这桃花林的正确方位？因为我刚刚关心之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这星子的位置好像不太对劲呢。什么？应该是说和前日我们在室外谷地看到的不一样，明明才三日不到，星子怎会走到那个位置呢？总觉得这些星子走得飞快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方位的关系让我有这错觉。虽然以前无人告诉我这星子在天宇上头不管从神州的何处看都是一样的，但也许是我记错也不一定。所以我在想，如果知道这里的方位，也许我就能找出原因了呢。难怪刚刚听你说奇怪，原来是指这件事。我想想，这里是在之前那座竹皇的西北方，所以应该是……雨哥哥，阿乔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啊？看星星呢。又来了。啊，阿乔，怎么了？抱歉，其实这两天我都不太舒服，刚刚关心时头又抬得太久，现在更晕了。阿乔姐姐，要不要回房休息？我已经替你把枕被都准备好了，正要来叫姐姐休息呢。刚才真的很抱歉，我竟然对姐姐生气。哦，没关系，我已经忘了。看来我真的必须躺着休息一下了，好难受啊。司空大哥，青梅，明日见。明日见。今夜的星空好美啊，我记得雨哥哥离村前的那夜，那晚的星空也好美好美。青梅，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没有啊，雨哥哥为什么这么问？你真的没有事瞒着我？雨哥哥是要问阿娘的事吧？青梅，阿娘她怎么了？为何老是问着同样的事？昨日说是太累，怎么今日又……自从村子遇袭之后，阿娘的忘性就大了。族长说，阿娘受了太大的刺激，才会如此。什么？这么大的事，为何不早告诉我？在想要怎么和雨哥哥开口。抱歉，青梅，是我不好，我不该凶你。以后，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
会相信你。雨哥哥怎么了？我只是觉得村子变得不太一样。不一样？嗯，族人们虽然原谅了我，村子也很平和，可是这样不好吗？我只是觉得大家好像没了往常的生气与活力，有点……总之，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可是不管怎样，大家都接受雨哥哥，也认同了雨哥哥的信念了。雨哥哥可以一直留在村子里研究陷阱、明烛，再也没有人会责骂你了呀。他们早该如此，如果他们早有觉悟的话，雨哥哥也不会……青梅。我只是心疼雨哥哥，出外这么一趟，一定吃了很多苦。这趟远行，我遭遇到许多人和事，其中有好有坏。但不管经历的好坏，都让我明白自己的不足。我必须更加磨练自己，才有办法守护大家。这些话，我好像都说过了。没什么，大概是累了。雨哥哥累了就去休息吧，总是独自承担那么多，怎能不累呢？一下担心阿娘的身子，一下又担忧木月姐姐。怎么连你也……算了，夜深了，你也早些休息吧。阿娘和子乔都不舒服，咱们到桃花林中打些猎物，替他们补身子。